三民区阳明路一栋公寓建筑物于20:20发生火警，119接获多通报案电话，表示屋内有四人，两人执行员以电话指导顶楼避难逃生，其余两人引导他们在一楼进行扑灭火势的动作。就在人员到达现场以后，立即布线抢救，于17分扑灭火势。现场为一楼车库内燃烧汽机车，疑似电动机车充电不慎引起火势，所幸无人伤亡。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在此呼吁民众，如遇火警不要惊慌，迅速拨打119，那谨记避难口诀：小火快逃，浓烟关门，确保自身安全。